为什么呀？有些人是。一个女人啊，她真正开始绝情的时候，就是那种根本就不想搭理你的状态。不要觉得女人好欺负，觉得她爱你就离不开你。女人呢，确实是比男人痴情一点，但是她又不傻。当她发现啊，你身上再也看不到未来和希望的时候，彻底死心的时候，就会变得绝情和冷漠，他会开始变得沉默，所有的话呢都咽进肚子里，吵架的懒得跟你吵了，他们会逐渐的变得坚强起来。因为在这段感情当中啊，他逐渐明白了，那些费尽心思讨好的根本就不是爱情，是卑微。靠女人施舍的爱情啊，不如靠自己努力去争取幸福。不管你去做什么呢，他都不会去过问。因为他知道真正的放弃不是咬牙切齿地说我不爱你了，而是云淡风轻地离开。因为他再也不需要你了，同时也再也不敢需要你了。